19题 MC 啦，咁呢条问题系应该归类为 wave 嗰课啦，咁但系其实指 mechanics 多啲。咁喺 T.0 嗰时咧，嗰个 balloon 咧就同个地面啊相差距离 h 去以 constant velocity 20 m/s 向上行5秒之后，咁你首先5秒之后个高度去到边咧，就 h 再加翻20×5啊嘛，佢 constant speed 嚟噶 ，constant velocity 咁行。咁你唔需要理嗰个 acceleration 噶，冇 acceleration 噶，咁所以5×20就100嚟嘅个高度。咁佢就话5秒之后咧就听到个 encore 就系个回声，回声就系经过地面再反弹。咁你谂下个声音佢经过嘅距离就系首先 h 啦，然之后再加翻 h over 100，即系代表个声音佢总共行嘅 distance 咁就 h 再加 h 加100。佢行咗5秒，佢嘅 speed 就340，就340×5。咁1700，咁你就2h 加100系1700，咁可以唔使读机嘅，咁 h 就系800 meter， 咁 answer 就 C 啦。